哦，好多奴隶哟、我们把我们的哦，好龟多奴隶哟、都要绿了，这些僵尸都变萝莉。诶、欸，我的那个人讲什么？这是你啊！我把你刀了，下去了。嗯，来找路。来，哎呀，那看你啊！哎呀，哎，靠腰！哎呦，回合调到17不就好了？不是啊，你17后面都是神仙打架，会好玩吗？你们这些只想玩神器的人，跟我们这些只想玩一两场神器的人，那个是不一样的 ，level 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没敢看呢。我们比较清高啊，玩13R的都是帅哥啊。我们玩的是这个升等的过程，不是玩到后面神器的泛滥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人手一把神器，那好玩吗？不好玩。胖子，跟你讲，你僵尸玩的再怎么神啊，你没有那些什么。变异啊，就算你有变异，也很难，也很难从那么多神器里面有没有抓到一群，抓到一两个人的，就没无敌了。传授啊！你看他们都被传大海超人，你可以复活啊，对吧？我太难了。我、哦、搞的靠腰了，怎么有一只身体优美？今天除了僵尸还有什么环节？还有永劫无间环节。哦，三十一只耶！我操，只有一般吗？没有啊，武侠吃鸡哦，你没玩过吗？那很红呢。你前面说一下打一般，没有钱了。啊，他们就没钱了，没钱怪我喽，对不对？没钱怪我喽。对，跟你妈拿、啊，没钱跟你妈拿、啊。走开啦！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没有钱就去跟你爸妈拿，这很简单的哦。我也是这样来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伸手，感情就来了。靠背。大家都这样，大家都一样啦。真正的人都一样。对啊，陈小明，你是不是也是？对啊，他说对啊。敢这么说一小哈？有卡。欸、为什么我每天都开这么晚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翘课嘛，我都没去学校啊，对吧？但我要去学校呢，我都没去学校，我都没在上课的。我好臭啊！真的臭。不要认为是你被臭就好了。对啊，不是你哦，不是在臭你哦，我怎么可能臭你？算了，这种事习惯就好了。哎呦，巨烂！暴冲古布，你刚用那只冲进水路？没有，老板，有一只刚我没有打到前面，他被我抓掉。那古布还是古士哦？古布吧，古士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古士，暴冲古士，听起来就很怪了。拖车帮，一嘴一句。拖哪块？僵尸上面僵尸，敢帅气人招的可哦。对，还真的是在我旁边。对啊，我都在保底，没有钱上课了。笑死！谁是王八，还没死掉他？保底到没钱了。爸给我的。跳队，你来第四跟我走，我这样跳队。不会。哎，小维，这个人拿着棒子，看到我就想过来敲哎，疯狗。哎，顶他小。毕业？我怎么可能毕业了？我还在考学测、喔，我上次才刚去考学测。你的学测是在凑谁？我昨天才刚考、嗯，又一个在凑。昨天？昨天刚考完啊，对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活到了，活到了。现在学测又改时间了、喔。很想一下，人他说改时间是不是还变多了？我就跟你说，我都没在上课的，我会知道其中一题。我全部猜一猜我就走了，应该随便就什么，那个什么国立的吧，随便考都有吧，对吧？我随便猜一猜应该就中了啦。
开餐哦，烤果粒。在座各位，他在凑，有僵尸，有僵尸，出去，有僵尸，有僵尸。车里面，车里面有刺，在车里面。管他的，我就不信邪啊！我要治疗。我就不信邪。干你！车里出事。这算什么？算什么东西？我要死了，接过吗？可以接过吗？我要死了。抱歉，可以接过吗？那个刀王。我前面就卡死了，你要我怎么接呢？怎么接呢？你叫他蹲下啦啊！我还是不要死了啦！好，顶顶我，顶我，顶我，顶我！哎、欸，我可以自己走出去。啊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靠腰嘞，我要上去，上面才适合我。走快点！干你娘，有人在卡、啊。这边老爱卡，上面那个东西也在卡。哎、欸，好妖咧！你他妈的！等一下，兄弟互踢耶！昨天有完成斗内的约有啊，有啊。好玻璃。我们昨天直接过关那个十大困难，下次会剪出来。十大困难就很简单。是吗？那你再去破一下火拳吗？火拳哦，不知道观众哪会想看我在那边破十大困难？干谁还在卡了白？这种东西就是要慢慢来哦，不是说来就来哦。来来来，那个有没有妈吉要虎神的、啊？来来来，在哪里？马吉帮桥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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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桥头营运长，大传到桥头自然。桥头发，桥头发，桥头发，不要丢这个白痴枪给我。好了，没了。诶诶，领到了，完了，这帮完蛋了。如果你拿着刀被抓，会触发吗？会啊，会触发。他就是被动技能。不管你拿什么都会触发。没有试一下那个僵尸英雄传送传死。哦，你说那个拿、啊、靠腰从僵尸那个叫人传。谁在说牛神烂呢、啊？谁在说虎神烂呢、啊？超级。他妈的，超强的吧？我点头。钢条钱好像钢琴还比较有料。刷都没什么人来防守，那你就不加防守了，又不像那个瀑布箱一样。你发太多把了、哦，有没有妈吉要虎神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就不要发了，最后几局不要发了。我怎么知道、啊？我感觉每个人都可以那个不传。嗯，我都没接触死了。妈的，不烦！传接触好像对传送有效。真没良心！你讲太多。刚才有人说开始吸啊，我啊就够了，他得给吸的。Ha ha ha!